咁啊，答答啊 ，Janet 啦，佢問941嘅，咁咧佢就49.35入，咁佢就問你而家應該點樣做咧？啊，咁啊，其實個叫做個回報暫時嚟講都唔錯啊，咁啊43.幾入，而家個股價咧都去翻係50蚊之上嘅，咁啊就唔好意思，我問補多一句一句，佢話係咪應該等埋業績啊？係嗱，業績咧就8月11日啦，咁啊咧即係所以咧都係爭兩日啫，咁啊就其實等埋業績咧，我覺得咧都可以嘅，咁咧就咧不過呢一隻嘅股份咧，其實嗰一個嘅波幅咧就比較上係低嘅，咁啊就咧所以變咗咧偏向上咧，可能都係咧大概係48蚊啊，就咧去到就53蚊之間咧，就係嗰一個嘅主要嘅波幅區間啦。咁啊咧，即係如果你話嗰一個嘅業績稍微有啲嘅驚喜嘅時候咧，可能有機會咧就即係咧升多幾個 percent 啊嗰個嘅狀況。咁啊咧，所以變咗咧，其實嗰一個嘅吸引度就未必係咁高嘅。咁咧就咧，如果你話咧係有其他嘅股份都係有心水，又覺得咧嗰個價格咧係比較上吸引嘅話，我自己覺得咧。可以係減持部分換碼咧，都可以嘅。咁啊，因為喺現時嗰一個嘅市況咧，要賺10%+咧，其實都係有啲難度喺度。咁啊，即係咁啱呢一隻股票咧，可以就帶嚟一個都唔錯嘅回報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咧可以考慮減持或者係咧止賺離場咯。嗯。